今天介绍一款产品，这个产品叫做 USB 多口充电器。因为随着家里面的产品越来越多嘛，是吧？像是那种手机啊、平板电脑啊，但是我们的插口，我们可能装修的时候就装一个两个，然后我们要去费钱去买那些插排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买到这个多口充电器这些数码产品，去购买一款合适的充电器。那些问题，比如说这款产品会不会很容易发烫？因为这款产品主要是针对手机跟数码软件去给它充电器，所以说。可以不用担心会过热会发，就算会热的话，它也是温温热，是吧？专门的一个风扇去给它散热，所以不用担心它会很发烫发热，或者说是直接不运转。然后还有它的接口，它的输出电源是无力的，所以说是充电也是比较快的那种。然后它的接口呢也是比较稳定的，所以那个充电线插上面很容易掉下来，之后可以避免很多问题，像是什么家里面有很多的数码产品，想用的时候。也没电，你就可以用到这款充电器去给它一次性全部充满电。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。